好了，各位，我今天超兴奋，好不好？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啊，因为这个东西笑想它笑想非常非常久。Dawson Arc 啊，其实我笑想是它另一面那个，但是另一面那个我们可能要等到明天那集才可以开啊，因为呢，我觉得如果一次讲两个会有失它精华的部分。我觉得 Commander Zero One 的外传啊，联动起来真是联动太精了，好期待它后续的一个发展呢。它的故事我们之前有讲过嘛，所以呢，我们之后还是稍微提点一下。后续出现的一个全新学习人类善意的一个人工智能啊，经历过 Arc 的事件之后呢，因为 Arc 事件基本上有一大半都是他的问题，所以他为了防患未然，决定使用 Arc 力量，但是是以能够正常合理使用，就是不会像之前一样失控，并且也希望 Kamida 可以进一个支援。但是神之所以为神，所以我们跟不上他的思考，所以呢，他完全没有想要听我们千趴社长的意见啊，索性两人因此展开了对决。好，故事方面的话，现在目前就停到这里而已。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就先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千趴社长篇章啊，虽然是大量同步换色就是了。这个皮套啊也是缝合怪，简单的就是拿我们千趴的头，再配上阿克的身体，就这么简单了、啊。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好啦，就真的阿克感觉应该就是这样。然后呢，这边的话有全新的一个Dawson Arc， 这边话有它的一个名称，因为以为它是三个套件嘛，它这边话有将三个名称串在一起，然后直接当成一个套包的名称。重点是这个盒子最酷的点是，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基本上有对应两边他们各自理念的一个标题话语啊，不愧是不惜要借用我们 Arc 力量千趴社长，想的果然是比人家还多啊。上面这边有一个对战例会啊，所以呢这一次这个盒子啊，我超满意啊。这个才是 PB 限定该有的一个盒子啊！这个话就是我们剧中千趴社长帮他自己准备一个道具啊，就是一个方舟驱动器。这个话是要额外买的吧？这个没有付。再来就是重点的一个 Dawson Arc 城市升华资料。不得不说，他这次真的是完全改都不改，基本上他这边配色啊改成红色这样子。Dawson Arc 的眼睛其实红色的部分我觉得算是蛮明显的，其余部分的话基本上完全一模一样，对，完全连改都没有改。这边可以打开，一样是自动式的。打开之后呢，基本上内部的结构啊也是完全一样，完全没有改。我们不用拿原版来比 ，Arc Zero One 大家就知道啊，有没有 ？Arc Zero One 中间这个红色啊也是采用透明件设计，到我们的 Dawson Arc 中也是完全一样的，基本上都是同模换色啊，没什么做些更改，反倒是 Arc Zero One 改比较多。个人觉得，基于商业考量，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方舟驱动去复刻模子再用也是合理啦。我觉得小遗憾，真的小遗憾。所以呢，基本上这一侧这个方舟钥匙啊，它的重点部分绝对不在外观啊，因为外观的话，基本上就真的是太常见了。重点是在于它里面搭着的新规内容，毕竟这一侧剧场版是以我们千趴社长作为主轴，所以呢，它基本上是有收入它大量台词。台词部分的话，我们可能放在后面给大家播放就好，因为呢，我们这有做过剧情讲解，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多特别提一点，好不好？哇，完全新规的待机音效。听起来真的超赞，你知道吗？不得不说，他那个音效，我觉得比起原本的 Arc 来讲，更加仓促、更加急促的感觉啊。有没有比 Arc 万强？我觉得可能没有。音效方面的话，我个人觉得听起来比 Arc 更加危急一点，危急，然后拼凑出来那种缝合怪的感觉。基本上后续的话就是搭载一些台词内容部分啊，这个话我们就移到影片最后，就是播给大家听，有兴趣可以留下来听一下。他长压的话。竟然没有哎、欸，它没有第二模式，我跟他讲一下，它只有这样单一模式啊，好意外啊！我以为会有多一个第二模式，也有可能是因为本身剧情它的表现没有很多，对，近乎有点半被秒杀。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这次音质很好，而且声音真的是很大声。所以呢，这个话就是我们钥匙的一个基础玩法，我们就让我们自己变成恶意的化身，很行。这样子，我们就将恶意加在自己身上，为了守护全人类，非常非常非常的帅，好吗？他的音效方面，我个人是超级无敌满意。而且重点是呢，如果你们仔细听，他刚才那个在刀神的时候，他也故意让那个刀神重复好几次啊，就是有点像抖音的感觉，去营造出刀神是一个很大很庞大这样的感觉啊。他们这些音效部分呢，因为有件我们就在剧中听嘛，听的不是那么清楚，在那边听的时候，整体我觉得非常非常细腻，有为了角色去做一些风格化。而且重点是呢，其实老实讲，我觉得这个红眼啊，跟这个看起来很搭哎、欸，比起当初。黑眼我觉得看起来更搭，但是整体如果你把这个拿去给 Arc One 这样摆的话，我觉得就不搭了。这感觉就真的比较偏向于 Dawson Arc 比较适合的一个配色风格啊。然后呢，
欸、好扯哦，没想到一个 PP 东西竟然在这边都没有加入一些变声后语呢，这有点小小不能接受。然后呢，我们最后再稍微听一下它的一个变声音效。其实，在剧中里面，他这个带金是没有出来的，他就像就只有一个横行这样子而已、啊。有没有听到那个刀声声声声声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啊？很细腻，用的非常用心。嗯，中间的图像没有改，基本上还是采用原版图像。然后呢？必杀技部分独立化也是很强的，并不是采用罐头音效，毕竟它是属于 PP 限定，而且又有剧情加持啊。这边的话，我个人觉得是蛮满意的，好不好？还不错，还不错。由于幻梦无双实在太强，各位，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千趴社长专用的一个刀声 ARC， 好不好？其实当初这个刚出场啊，是蛮意外的，但是也蛮合理。卡梅利亚 Zero One 的剧情没有所谓的纯正纯恶，基本上他们都是有各自立场的恶，或是各自立场的正义啊。这个点我觉得非常之棒。明明面对是学习全人类善意的一个人工智能，但是我们的千趴社长却要去做个防范、啊、可能推倒又变毁灭人类，这也说不定。善跟恶要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才有用啊！哦，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Kamen Rider Dawson Arc》的。如果想要情报，大家没有问题，再见，拜拜。社長か、少々気が早いが、悪くない響きだ。黙れウイルス。お前は私がダウス。なぜ黒いんだ。たとえ体が回復しても、心が回復できなければ意味はない。ウイルスにつけ込まれた原因がストレスだとしたら。それは心の弱さによるものだ。私にはまだ社長としての迷いがあった。しかし彼らは違う。なぜ潰し合う必要がある？社長の数だけ愛がある。比べることなど 1000% ナンセンスだ。あなた方のおかげで目が覚めた。私は社長という形ばかりにこだわり、大切なことを見失っていた。それは、愛だ。会社を愛し、事業を愛し、社員を愛する。愛こそが社長のすべて。私はここに誓う。揺るぎない 1000% の愛を。さらばだ。愛しきプレジデンスよ。さあ目覚めるんだ。親愛なる社長よ。あなたをヘッドハンティングしたい。ダン。クロト。これには 1000% わけがある。理由を聞けばきっと、目には目を、未知なるものには未知なるものを、か。それで人類が守れると。ふざけるな。アーク、お前の予測は私が超えてみせる。そのためにも、黙って私の道具となれ。善意はどんな些細な悪意も許さず、この世界を支配する。やがて行き過ぎた善意は、悪意を消滅させるために人類そのものを滅ぼすしかないと結論付けるようになる。それがアークが導き出した予測だ。いいでしょう。あなたを手なずける手段は他になさそうだ。これはアークを生み出した私なりの償いなんだ。たとえこの身が滅びようとも、人々の未来のために私は悪意の化身となる。検索したところで私の強さはラーニングできないぞ。お前の才能はこの程度か。ならば変えられるか。全員が人類を滅ぼすエンディングを。やはり面白い男だ。漂った善意をラーニングした超知能全員はいずれ必ず人類に牙を剥く。その時必ずダンクロとの才能が役に立つ。待て、本当に戦うべき相手は全員だ。いずれ共に戦う日が来る。